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奉上。在咱发挥特别开始的这个时阵，我有几点的这个说明，就是讲咱莲友大多数对咱发挥呢，希望讲会当有一个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讲请师的这个仪式，迎请诸法师父以及诸位师父的这个仪式。这种的这个心念精神是真着真好，因为这是表现家己敬法重法，尊师重道。应该有这种的心态，但是咱无安尼做，是因为咱这个法门是属这个净土法门，依据三经啊，净土三部经的精神，以及祖师的传承啊，为什么？这个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就讲咱这个法，咱这个法就是不清之法。阿弥陀佛的救度呢，阿弥陀佛是不清之友，就是讲唔免得迎请，主动啊直接来到咱家，做咱的朋友，给咱帮助，甚至给咱救度。主动来讲说这个法，让咱会当来信受。所以无量寿经就讲讲，为诸受类作不清之友，何乎君生为之淡淡，以不清之法施诸类数，为诸受类作不请之友，后护群生为之重担，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数。这几句的经文意思就是讲，咱这个法门，阿弥陀佛的救度，是阿弥陀佛以主动来救度咱。唔是咱会晓去邀请、施加、祈求、拜托阿弥陀佛来甲咱救，唔是。所以讲，为诸受类作不清之友，受类就是众生，啊，就是执着无明、贪嗔痴、罪恶生死的凡夫，叫做受类。为这款罪恶生死的凡夫，主动来做伊个朋友，所以讲为诸受类作不清之友。这个朋友，朋友就是互相成全、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这才是朋友。论阿弥陀佛，伊是极其尊贵、高高在上的佛，但是伊降下了身份，甲咱同款的这个地位，来甲咱做这个朋友啊。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伊的这个无缘大慈、动体大悲啊、大愿力、大平等啊，的这种的这个佛心。所以伊是佛，但是来跟我们做朋友，跟我们是同格，
这显示我们这个法门就是救度的这个法门，而且也是超越的法门，也是这个庶民的宗教，庶民化普遍化，为诸庶类足不称其有。再再来就是讲，合乎群生为之重大，合乎群生为之重担。这两句这八字简单讲起来是讲，阿弥陀佛伊负责咱往生的全部责任，咱要往生全部的责任，阿弥陀佛完全负责。咱要往生极乐世界，但是生生世世以来，咱有做了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要离开这个三界，理所当然罪业爱行完才会当离开。但是阿弥陀佛为咱负责，为咱担这个担。咱要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佛的境界，爱累积着成佛的功德。但是阿弥陀佛呢，也是为咱负责这个功德。所以阿弥陀佛为咱负责，咱罪恶生死凡夫脱离三界，往生净土，甚至伫净土成佛的全部的责任啊。佮再来讲，依不清之法，施主雷数，这种的这个法啊，唔是这个菩萨、罗汉所以当知影加了解，只有是佛加佛会当了解。既然未当了解，就唔知影通去请问。好亲像《阿弥陀经》这部经，就是不清自说的经，同款。这个《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的精神内涵，也是不清自说。所以咱这个法门呢，是主动而来，唔免经过拜托。这几句的经文真好啊，请咱合掌对我念：为诸所累，足不清其有，合乎群生，为之当大。以不清其法，施主雷数，请放下。以不清之法，施主雷数，施就是布施，施就是布施。阿弥陀佛将不清其法，将救度的法，将脱离三界六道的法，往生净土成佛的法，来回施予咱，布施予咱，来送予咱。所以整个的《无量寿经》拢伫咧讲阿弥陀佛对咱的这个布施。比较讲啊，经文一个开始就讲，这个欲精者君明，非以真实之理啊，非就是非施，运非的意思。佮再讲专求清净之法，以非离群生。佮再讲为众开发众共施功德宝，这拢就是咧讲阿弥陀佛将伊的这个功德布施予咱，成为咱所有，使咱也会当往生成佛。阿弥陀佛的重誓偈佫讲讲：我以无量劫不累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所以整个无量寿经拢咧讲阿弥陀佛对咱十方众生主动不请啊，布施的这个精神，这是第一点。就无量寿经来讲，第二点就观无量寿经来讲呢。观无量寿经讲，若念佛者，当地处人，即是人中分得莲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意思就是讲，咱这个法门是平等的，
只要那是归入净土法门，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安尼呢，人人拢平等，圣人甲凡夫平等，善人甲恶人平等，出家甲在家平等。所以讲，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观音世就是顶觉菩萨，顶觉菩萨。也咱虽然念佛，咱嘛有原是罪恶生死凡夫，犹阁伫咧贪求五欲，平常犹阁伫咧起情绪、发脾气、不平、计较、苦恼。但是因为咱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即时咱的身份就提高，提高到顶觉菩萨的这个身份，这就是讲凡夫菩萨的，这唯有净土法门才有的这个特色啊。所以讲，咱那是归入念佛法门，安尼呢？顶觉菩萨的观世音大势至，就是咱的朋友。咱无形中就甲顶觉菩萨同格平等，所以咱的祖师贪鸾大师伫《往生论》处，就有一句法句讲：“同一念佛如别道，万通法界皆兄弟；同一念佛无别道，圆通法界皆兄弟。”因为大家拢是念佛，既然个是念佛，安尼呢，不只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法界之内皆兄弟。法界就是包含着这个佛、菩萨、声闻、罗汉啊。只要那念佛，法界的众生啊，法界的圣者，拢是咱的兄弟。兄弟就是平等的。咱是凡夫，但是因为念佛，所以甲法界的圣者同格平等啊。所以咱这个法门呢，就是大平等的这个法门。这几句的这个法语有好无？好哈。安尼，请咱合掌，对我念：若念佛者，当地出人，即是人中分得理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当一念佛无别道，万通法界皆兄弟。好，请放掌。这是就这个《观无量寿经》以及贪鸾大师的传承来讲。再来呢，以善导大师来讲呢，阿弥陀佛化身的善导大师极其谦卑，伊唔敢接受沙弥的这个顶礼，甚至也无随便接受人的这个顶礼，这就是何况讲啊，咱凡夫，咱虽然现出家相、出家啦，但是咱贪嗔痴原在，并无因为出家贪嗔痴就减轻自己的三业行为，甚至确实在加重。因此，咱这个法门啊，自觉家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所以咱就无做这个迎师啊、迎请师父的这个仪式啊。这是咱这个法门啊，安尼来讲，确实那是圣道门呢。安尼当然圣道门啊，为着尊师重道最好，爱有一个迎请的仪式。为什么？圣道门非常无简单，会当修圣道门呢，必须要就是根气非常大。啊，甲会晓讲圣道门的这个经论啊，这个师父呢，可见伊的这个根基，就是根基的非常高。当然，
咱爱去甲伊迎请啊，这是圣德门啊。伫尊师重道两方面来讲呢，拢同款，但是咱净土门呢是较讲究主动啊，平等。咱这个佛七有拢有这个四处四边的这个教义的研讨，早起上午有两处，下午有两处，一处拢半点钟，啊，每一处呢拢有一个主题。咱今仔日的这个佛一四处的这个讲义研讨。四个这个主题呢，第一个主题就是圣经两门啊，第二个主题就是难易二道，第三个主题就是自他二力，第四个主题就是静止二行啊。这四个主题拢是关系到咱这个法门的这个特色特别的所在。这四个主题对咱修持净土法门，特别往生极乐世界的莲友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解这个这四个这个题目的内涵啊，安尼呢会使咱走上这个净土之道呢，会当正确啊，会当安稳，未退转啊，就是讲了解这个内涵。对咱啊，这个法门的这个目标啦、方法啦，啊，啊是即咱这个法门的这个格啊，这个境界啊，对当了解，自然呢，咱袂退转，会真欢喜啊，真安心来行上净土之道，来专念弥陀佛名。现在咱要讲这个。圣经二门，圣经二门就是讲圣德门加净土门啊，这叫做圣经二门。这四个题目当然较偏属伫这个教理上，教理上对这个较少年啊，啊较有想要研究教理来讲呢，这四个题目。对来讲可能真客气，但是那是对咱年岁较有的老菩萨来讲哈，可能呢就感觉较生涩、较生涩啊。不过无要紧，咱最后拢有一个归宿，就是归宿专一念佛，必定往生啊。圣经二门，圣境二门。这个圣经入门是咱净土宗的这个判教啊，叫做教判。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解说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之中所讲的所有的这个法啊，将伊解说，将伊分类啊，这叫做判教。判啊，就是判别啊，判别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这个教化教相，将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这个教法分类啊，这叫做教判，将伊分类啊，将伊分类啊，说明这个法。所对的根基是甚么款的根基啊？所得的境界，所证的这个结果是甚么款的这个结果？伊的这个过程是甚么款的这个过程？这呢，拢属这个判教、判教的这个内涵啊。各宗各派拢有伊这个站伫伊本宗的立场，所以的这个判教。所以因为各种的立场不同，因此所判教的这个内涵也不同。以咱净土宗来判教呢，就是判为两门啊，就是圣德门
甲净土门，会使讲真单纯，真无复杂。那是以天台宗来讲，天台宗的这个判教，所以讲四义四教啊，藏通别圆啊，顿见秘密不定，这就是天台宗的这个判教。中通别圆，顿渐秘密不定。也咱净土宗的判教呢，无遐尼啊复杂，干那判为圣道门甲净土门。意思就是讲，咱这个法门属净土门，净土门伊的目标真明显，就是以往生弥陀净土为目标。所以叫做净土门。要除了净土门以外的各宗各派，乃至八万四千的法门，拢总属圣德门。圣德门，所以咱净土宗的这个判教，从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就做这两种的这个分类啊。这个判教。当然也爱以咱的祖师啊为根基。这个判教呢，是咱对这里祖师所讲的呢，就是隋朝时代啊，隋唐时代，善道大师的师父道绰大师所讲的。道绰大师有写一部册，这部册会使讲就是咱净土宗。重要的这个祖论啊，这部的这个册名大家应该知影，叫做《安乐集》。安乐集，安乐也就是极乐的意思。这部《安乐集》专门伫咧解说极乐世界是甚么款境界，阿弥陀佛是甚么款佛，一切的众生对不对？依靠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只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会当往生伊个极乐世界，得到永远的这个安乐。啊，这道绰禅师，伊伫安乐集内底，伊就安尼伫咧讲，伊讲文物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观劫以来应得。得佛何因至今仍住轮回生死不出灰体？问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愿劫以来应值多佛，何因至今仍是轮回生死不出佛宅？答曰：以待生性教，良由不得而将性法以白生死，是以不出灰体，何假为之？以假性德，以为往生净土。答曰：依大圣圣教，良有不得二种圣法以排生死，是以不出佛宅，何者为二？一为圣道，二为往生净土。这段文呢，就是圣经入门判教的这个所在。道绰禅师佫讲讲，其性德一种，今时难证。一由气待性遥远，二由立心盖彼。其圣道一种，今时难证。一由去大圣遥远，二由理身解围。是故在《集月足经》云：五百法师中，一切众生起行修德，未有一人得者。是故《大集乐藏经》云：“我末法时中，一亿众生起行修道，未有一人得者。当今末法，现是五道恶世，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道。当今末法，现是五浊恶世，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是故《大经》云：若有众生穷令一生作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情恶名字，若不兴者，不出境界。是故大经云：
若有众生纵令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几段的法语呢，对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这个法啊，作为分类啊，分类两种，就是圣德门加往生净土门啊。而且呢，还有判断讲，那是以圣德门来讲呢，在现时代佛法时代做未到，做未到。啊，那做未到呢，得出。大师伫遮提出两个理由，甲一个证明，即叫做二由一证。两个证明就是：第一，气大成遥远，啊，就是讲咱末法时代的众生离开释迦牟尼佛，已经超过2500年以上啊，离开佛愈久，自然呢众生的根气愈低。对佛感化众生啊，受众生的这个感受呢，就愈来愈薄，因为时间离开真久的关系啊。这当然有依真深切的原因，咱简单安尼说明。啊，过来就是讲理清戒理，圣道门啊，而这个理道理非常的深，咱佛法众生的根基较低啊，较低。要了解呢，会使讲无可能啊。比如讲圣德门，以圣德门来讲呢，比较讲天台宗的这个《法华经》啊，《华严》《法华经》，《法华经》是伫咧讲诸法实相啊，讲咱这个众生的这个真如实相，《华严经》就伫咧讲四种无碍，殊无碍、利无碍。理事不该，事事不该。也若是微妙结晶，是伫咧讲不思议解脱的这个法门。啊，若是涅槃经，是伫咧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种的这个道理，修行的门的人呢，的修行者必须要将这个道理有正确彻底的这个体悟。然后呢，将这道理实际显现在自己的这个心口与三业。但是这种的道理了解，都了解不来，何况讲去证悟，何况讲体现在咱的三业心口与之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讲，理清戒迷。道理深切，无法度人好了解，安尼呢，伫修持中更加无法度人好实证啊。这就这两种理由来讲，伫这个佛法要成佛是会使讲无可能啊。搁再来呢，提出这个证明，什么证明呢？道出大师伫这个所在的引用《大集观觉藏经》。所讲的这个道理啊，来做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伊讲，我佛法师中，一切众生起行修得彼有一人得假。我末法时中，一切众生起行修道，未有一人得者啊。简单的几句的这个法句啊，来做对这个《觉藏经》迄个道理的这个扼要说明。那是依照这个经文，伊个经文呢是非常长，非常长啊。那道出禅师大师呢，伫这个所在，只是做这个结论上的这个说明，意思是讲，依照《大集觉藏经》啊，佛伫这部经已经到伫咧显示讲，伫佛法时代众生修行解脱。一亿的众生修行，无甲一个人会当成就得到，是这种的这个意思啊。这是一种大概上的这个说法，不一定讲一亿的人修行，
另外一个人得到都无啊，无一定是安尼。但是显示讲非常难，非常罕有啊。所以做未来未后的这个祖师呢，也拢引用这款的说明。所以伫这个明朝晚年，而这个偶遇大师。在这个阿弥陀经要解的最后就讲讲，佛法一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道。这段法语，甲道绰大师的法语，会使讲是完全相同啊。佛法时代，一一人，一一人来修行，但是罕得有一个人会当得道，唯有依靠念佛。才会当得到生死。这个道绰大师，伊阁继续讲讲：当今佛法，先是五道恶世，唯有净土一本可通入土。现在是佛法时代，而且呢，伫这个环境，阁是属这个五道恶世的环境。所以伫佛法时代，五道恶世的众生。要依靠其他的法门来修行、来解脱、来成佛，那是不可能啊，不可能。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土，唯有净土法门啊，这个法门会当予咱出入门，就是出入的意思，出六道生死轮回，进入净土、正悟涅槃的这个境界。这就是说唯有净土法一门可通入土。既然是这样，唯有净土法门可以通入，可以让我们了脱生死，显示说其他的法门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详细来把它研讨，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确实不对，不对。怎么说呢？特我只讲讲天台宗主要依据《法华经》，《法华经》咧讲诸法实相，咧讲佛的境界。咱连五界都持未完全，实现未当清净啊。何况讲会当领悟佛性、证悟佛性，达到迄种所以讲。不着这个六根啊，不着六尘啊，进入这个色不离空，空不离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迄个佛的迄个境界，那是更加无可能的啊。《华严经》咧讲啊，就是佛的境界，到佛的境界，就是四种无碍：思无碍、力无碍、力思无碍、事思无碍。到达迄个无碍境界的时阵呢，咱要出入唔免经过门，像阿爸主人，咱就会当出入啊。甚至咱要去美国，唔免得坐飞机，咱主人就有神通变化，当去美国。甚至咱唔免求生净土极乐世界，咱本身当下就已经是伫净土的境界，像这款。这个道理，咱其实了解了解未来，就是了解未来嘛，证悟未来。因为了解归了解，必须要呢，咱的这个心境也达到迄个境界。但是，咱凡夫对这个佛法所了解的，只不过是第六意识而已，第六意识。但是，咱的深层意识，咱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心性。就是无明，对贪嗔痴非常强啊！咱虽然会当了解，但是咱内在的这个深识意识，迄种的这个习气，一点啊都无改变，一点啊都无幸福。这就是讲了解了后，必须要经过修行。今生今世无成就，后出世过来，后出世无达成，后出世过来，
这就是圣德门。要那是净土门，唔免安尼。净土门伊道理非常简单，容易了解；伊修行也非常简单啊，容易做会到。为甚物呢？净土法门就是伫咧讲，罪恶生死的凡夫，只要念佛，靠阿弥陀佛救度，诶，即个福力愿力，自然就会当往生极乐世界。这种的道理非常容易了解，啊，念佛也非常容易做得来，啊。所以，过来呢，道祖大师就提出《无量寿经》的证明，证明讲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道，啊。道祖禅师就讲讲四个大经文，啊，因此呢，《无量寿经》讲啊，若有众生求灵一生者恶。那是有众生，这个众生即使讲伊无遇到佛法来修行学佛，也无遇到善缘来行善积德，伊所遇的就是歹的环境，是恶缘。第四呢，伊受着环境所转，一生呢拢作恶啊。所以讲，穷人一生作恶。临命终时，时念常说：“情恶名就不生，就不出境界。”在伊临命终的时阵，伊甲遇到这个善知识来教伊念佛，伊只不过是念十句念念，得断开啊！断开的当下呢，也会当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若袂当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袂当成佛。如果阿弥陀佛若甲已经成佛，安尼即款的众生临命终是念常说。也照常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义呢，就是对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中根本大愿第十八愿的这个解说啊。在这个解说当中呢，有三点的这个特色，三点的这个特色，就是讲，即使一生作恶，也当往生，显示。咱并无一生作恶，咱是一生学佛啊。过来呢，临命终时才念佛，也会当往生。显示咱毋是临命终的时阵才开始学佛念佛，咱是现在就开始学佛念佛，而且呢，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安尼更加会当往生啊。过来，这段文讲十念常说。就是讲，在临命终的时阵，伊念，伊带好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迄个时阵就断开啊。迄个时阵也照常往生。显示讲，咱不止念十句，咱自学佛到现在所念的佛啊，唔知已经是几万句、几十万句啊。安尼，伊念十句就会当往生，咱。所念的已经超过十句、百句、千句、万句、十万句、百万句以上，那也袂当往生呢，更加会当往生决定啊！以这段文，以这段文来显示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啊，是大平等、大愿力，连这款的众生，阿弥陀佛也救度，安尼其他的众生更加会当往生。所以显示一方面显示佛的慈悲，一方面显示这个法门的这个简单用意，一方面显示这个法门的根基。每一个众生拢是这个法门的根基，唔免讲一定得爱上等根器，吼，还是中等根器，就是讲下等根器，乃至下等的根器，这个法门拢做得来。拢会当依靠净土法门来往生极乐世界。为甚物咱要强调这个圣经两门的这个判教？就是要互咱了解分别佛法的当中有圣道门甲净土门。咱呢爱选择净土门，既然甲选择净土门，咱爱分别详细分别净土的这个方法是甚物款的方法？
唔好混杂，将圣道门嘅方法混杂伫净土，而即个内底，将圣道门嘅教理，甲净土中而即个教理混杂，安尼呢，咱就唔知影方向，唔知影方法，所以为着要使咱对目标清楚，对方法清楚，对咱嘅根基清楚，才有即个圣经两门的即个分判。那呢，这个直接就讲到这，超过时间真抱歉。咱现在呢就开始进行念佛。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第一节的主题就是圣经二门。圣道门甲净土门的这个分判，是出在咱这个道净土宗的祖师道觉大师的《安乐集》，只不过是非常简略，安尼点伊的意思而已，无时间通好做较详细解说。这节第二节，咱的主题就是难因二道，意思就是难行道甲唔行道。这难因二道也好，圣经二门也好，实际下晡所要讲的这个自他而立，净执而行，这几个主题，拢是咱净土宗的这个宗学。净土宗学问的这个论题，现在难依二道是伫个论述难行道甲唔行道的这个意义。难行道甲唔行道是得出来祖师的这个分判呢，就是鼎鼎有名的这个印度的菩萨，叫做梁丘菩萨。的这个分判，梁丘菩萨有一部论叫做《十住毗婆沙论》，这部论内底有一品叫做《圆行品》，《圆行品》内底呢有将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同款做了判教。也就是将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分别为两道啊，分判为两道，啊，就是难行道甲唔行道，这叫做难因二道。梁丘菩萨伫《圆行品》伫咧讲啊，讲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易，六道步行即可，水道成全即乐，菩萨道亦如是。亦有勤行精进，亦有以信方便易行之志，阿惟佛地得者。这段这个法语，实际咱老菩萨安尼听，听无，听未清楚。不过，伊个意思呢，也是真简白、真简单、简要，阁非常明白。意思就是讲啊，梁丘菩萨讲佛法啊，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之中48年。所说
的这个法。佛法有无量门，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有非常多的这个法门，非常多的法门，所以叫做无量门。但是虽然法门无量，无量，不过呢，好像像世间的道路那一般，有较困难呢，也冇容易的。困难呢，就是讲六道步行，这个较困难，这个较辛苦，所以就讲如世间道，好像像世间的这个道路，有难有易，有困难有容易。六道步行即可，水道行船即乐。那是伫即个陆地上行路，要去即个真远的目标，安尼就较辛苦。那是坐船水道行船，利用即个水道坐即个船呢，安尼就较轻松，较安乐这就是中求菩萨的即个分判。一方面基础讲佛法虽然法门无量但是会使作为两种的分类，两种的这个分判，就是用这个难困难啊，甲容易来分判。这个困难甲容易来分判，佮用这个世间的这个路路来做譬如，世间的路，伫当时，龙树菩萨两千多年前迄个时阵呢，就是毋是行路那无就是坐即个牛车，那无就是骑马，还是坐驴这拢就是伫即个绿道上，那无呢，就是伫即个水面上坐船。所以龙树菩萨伫迄个时阵，用即个行路甲坐船来分类即个无量法门的即个佛法分作即两类，用世间的即个道路来譬如。不过那是以现在呢，现在来讲呢，现在嘛是在坐飞机，而且呢坐飞机比行路当然较紧，而且比坐船也阁较紧当然，现在有这个汽车，有这个火车，嘛有这个高铁不过比较起来呢，坐飞机总是比什么款的这个交通工具拢较紧龙树菩萨。伊阁继续讲讲菩萨道亦如是，这个菩萨道嘛是同款。为甚物伫遮提出菩萨道呢？因为佛法有无量门有小乘的这个佛教，有大乘的这个佛教。要小乘的佛教先放一边，现在来讲大乘的佛教。大乘的佛教就是行菩萨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特别成佛。所以呢，讲这个菩萨道，菩萨道亦如是，菩萨道也是同款，有两门，有困难，有容易，有好亲像这个行路较辛苦，有好亲像坐船较快乐、较安乐要什么叫做好亲像六道步行即可呢？龙树菩萨讲讲学有勤行精进。勤行精进，就好亲像行路，这较辛苦。再来就是学有以信方便，以行积聚为活地的迄只有以这个信，信受佛的这个教导，念佛的名号，这呢较容易，而且呢要达到迄个不退转的菩萨果地也较紧。较紧，所以这段文就讲讲菩萨道亦如是，学有勤行精进，学有以信方便，以行积聚为活地的。
所以一伫即几段即个法句呢，就真简单扼要，分判出讲佛法虽然八万四千法门，甚至无量门啊，但是甲伊归纳起来，归纳起来，就是两种门，两种道啊，就是难行道甲易行道，难行道甲易行道。这个难行道呢，好亲像行路啊，较辛苦；也易行道好亲像坐船，较安乐。也行路的这个法门呢，就是爱勤行精进；啊，坐船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只要信受佛的救度啊。归结起来讲呢，就是信受弥陀救度。啊，专念弥陀的佛名，愿生弥陀净土，这呢较轻松、较容易，会当了脱生死，快速达到不退转。这好亲像坐船，坐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也那其他的法门，其他的法门，拢都是靠家己，靠家己勤行。精进去修修这个戒定慧三学啦，还是六道八正道这个法门啦，靠家己的力量达到成佛，解脱生死轮回成佛迄个境界，迄拢爱靠家己的这个双机脚去行路啊。这是中求菩萨的这个譬如，当然。众生的根器各个无同，兴趣嘛各个无同。好亲像讲，伫台南要去台北，吼、哦，也有人呢兴趣行路的，也有人呢兴趣即个骑脚踏车，也有人兴趣骑机车，也有人呢兴趣坐火车，或者坐高铁，或者家己开车行即个高速公路啊，或者。坐飞机，各人的根器，各人的兴趣，各个无同啊。但是，若是讲伫台南要去台北，这个、路程偌济，较三百几公里而已啊，三百几公里。佮较安那呢，是三百几公里，而且现时代这个交通。不管道路也好，交通工具也好，啊，也拢真安全，也袂讲介辛苦啊。但是，那是以大陆来譬如，而且以这个不只是三百几公里，是三千几公里、三万几公里来譬如的话呢？安尼，那有船，当然咱啊坐船就较轻松啊，而且呢，到目的地也较紧。假使那有飞机，更加轻松，更加紧啊！啊，若是要靠家己行路呢，安尼呢，就非常辛苦，爱爬山过岭哦，爱过溪，爱涉水，而且伫这个当中呢，有种种的这个危险，去食遇到歹人啊，去食遇到这个风台啊，去食大雨。安尼要达到目的地呢，就无靠稳、无安全、无保障啊！这拢是一种譬如啊，譬如，如果那是以生死轮回这条长、这么长的这个道路来讲呢，要靠咱的力量，靠咱的力量呢，啊，就爱修仙呢，比较讲五戒。啊，持五戒一旦清净，持十善一旦圆满，哦，而且呢，爱证悟到空性的道理，哦，证悟到空性的道理，一旦断除自己的这个贪嗔痴，啊，今生今世无成就，后出世过来，后出世未成就，后出世过来，生生世世，大家解脱这个生死轮回。断除贪嗔痴烦恼啊，这就是譬如讲，以自己啊，一双脚去行路，
达到断除生死轮回的这个目标。这条路呢非常长，非常艰难啊。龙树菩萨的譬如是讲，咱行菩萨道，首先要达到不退转的这个阶段，不退转就是初地菩萨的这个阶段。那是靠自己行路啊，安尼就较辛苦，哈、哦。而且呢，有退转的可能。啊，那是这个坐船啊，意思是讲靠佛的力量啊，靠佛的大愿船呢，安尼就较轻松，而且呢，真紧就会当达到目的地，真紧就会当达到脱离生死轮回、正悟成佛的境界。多少年，就是今生今世就可以成就的、啊、这个难行道易行道、啊、就这个意义来说呢，这个语，这个难行的这个文字上来解释呢，难就是艰难的意义 啊， 啊行就是行业、啊、就是修行的意思啊，道就是道路，也就是因中因地因地所修的这个过程啊。这呢叫做难行道，意思是讲难行的这个道路，难行的修行之道啊，在修行上非常艰难啊，这叫难行道。也因行道呢，就是讲这个因，就是这个用因。啊，非常容易，非常平易，非常简易。在修行上非常容易啊，修行这个非常容易的这个引导的这个过程啊，这叫做难行道、易行道。在这个难行道来讲呢，这个龙树菩萨啊，有讲出。三个这个原因啊，三个原因，就是讲行住难行，救难可得，惜对声闻，辟支佛地啊，用这三句来解说这个艰难行持的这个法门，这个道路。行住难行，就是讲爱修行，真济真济。真正艰难、真正困难的这个法门啊，这叫做行住难行啊。救难可得，要经过真久的时间，才会当得到迄个结果啊，才会当有迄个效果。要经过偌久呢？那是以这个自力以自己啊，无往生。其他的这个佛的净土来讲，以自己的这个娑婆世界，你要达到不退转的这个果地呢，啊，自发心修行要经过二代阿僧祇劫，而且由初地要阁到这个八代八地啊，八地八地啊，要阁经过一代阿僧祇劫啊，要经过这种。三代阿僧祇劫的这个过程啊，所以龙树菩萨才讲救难可得啊，要经过这么久啊，无退转，要得勤行精进，安尼才会当达到迄个效果。龙树菩萨佫讲讲，惜对声闻辟支佛地，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有可能因为一时懈怠啊来退转。退转到这个小乘的这个境界，啊，未当完全维持伫这个大乘的境界，安尼呢就无法度通好成佛，啊，这呢就是三种的这个难行道哈的现象，啊，这段文内底呢也叫做自救对之三难，啊，自就是。爱修真多的这个法门，而且呢，这么多的这个法门呢，拢不是简单轻松的啊。这叫做住，再来就是救，爱经过三代阿僧祇劫遐尼啊久啊。
啊来就是对，有可能会对了。对了，不是讲对了，伫这个三恶道，不是，是讲对了，伫这个小乘啊。当然，这是就这个断除烦恼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以大乘以佛果为目标来讲的。啊，如果那是还未断除烦恼，安尼就唔免讲啊，安尼连这个自救队都无分啊。就这个圆行品龙树菩萨的圆行品来讲呢，伊有这个几段内容啊，解阐。第一，圆行品是就这个菩萨，菩萨得要到这个不退转位来讲难行道甲圆行道这两种的啊。在圆行品内底呢，阿未就往生或者成佛来讲啊，只是就这个菩萨不退转。就这个初地高位来讲，这个难行道甲易行道，啊，就是讲，咱这个求这个佛果，首先爱先到这个不退转，那到不退转呢，安尼伊一定成佛，啊，虽然阿未成佛，但是伊不退转，伊会当持续继续，时间一个到，伊就会当成佛，啊，那是阿未到不退转，哦，安尼就唔免讲啊，因为。还未到不退转，就有可能对了。所以圆行品是就这个不退转来讲难行道甲易行道啊，啊，就是讲，伫这个菩萨要达到不退转呢，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修行种种困难法门，而且真久才会当得到，有可能呢会对到哈，而这个难行道啊，啊，再来呢，一种就是这个靠。佛的力量，往生佛的净土，安尼呢，要进入不退转啊，得较紧、较容易啊。要那就咱来讲呢，咱那是要修行这个难行道，咱无够格，咱无够格，因为咱阿未达到迄个会当开始修行不退转的这个难行道。的那个地位，所以我们没到那个资格，但是我们如果修行圆行道，我们就有到资格，因为修行圆行道没在那选择根基，不管菩萨也好，凡夫也好，善人也好，恶人也好，出家也好，在家也好，都可以来修持圆行道。啊，如果是难行道，就要讲根基，要上等的根基，而且就要断除烦恼，这样呢才可以堪得说踏上这个难行道这条路去修啊！啊，再来呢，圆行品伫咧讲，要到这个不退转的这个地位呢，伫这个娑婆世界就会当得到啊！伫这个娑婆世界就会当得到，但是伫娑婆世界就会当得到呢，是就圆行道来讲，唔是就这个难行道啊！因为就圆行道，只要咱那是。信佛的救度，念佛的名号，我们要往生佛的这个净土，安尼伫现身啊，现身现世，娑婆世界得当得到。所以呢，圆行品龙树菩萨就伫咧讲讲，若菩萨欲以初心得自阿维法地地者，啊，意思是讲，若是要伫现身。得到这个菩萨不退转道啊！龙树菩萨佫讲讲：人能念是佛，无量的功德，即时就必定啊！如果呐有人依念阿弥陀佛啊，以这个名号，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念。佛的无量力的功德啊，就是念佛的名号，念佛的名号，自然都包含无量力的功德。安尼呢，龙树菩萨讲，即时就必定，当下的进就不退转，这个境界，必定就是不退转啊。所以就这个现世要进入不退转啊，是以圆行道来讲的。
啊，若是难行道呢，这就无可能。难行道就爱先经过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甚至这个二代阿僧祇劫遐尼啊久的这个期间，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有可能会对落声闻辟支佛地，就是对落这个小乘啊。这种的这个分判是两修菩萨的分判，两修菩萨啊，也是就是大菩萨。在这个历代祖师高僧来讲呢，两修菩萨叫做八宗的共祖，就是八大宗派共同的祖师，共同的祖师。所以两修菩萨这种的这个分判呢，是非常有权威啊，非常有权威。龙树菩萨在这个圆行品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佛法虽然有无量文，虽然有真多，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难行道，一种就是圆行道。难行道好像走路非常辛苦，圆行道好像坐船非常安乐，非常快速，在今生今世都会等得到。佮进一步讲，所谓难行道，就是修各种的这个法门，修其他的宗派。也那是圆行道，干那一种尔尔。圆行道就是念佛的名号，念佛的名号，往生佛的这个净土。所以伊非常容易啊。在这个圆行品内底呢，龙树菩萨佮进一步将这个圆行道的这个上真外上啊，就圆行道的这个修持的这个形式呢来讲，龙树菩萨安那讲呢？讲若人欲自知，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执持清明号啊。若人欲极致，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执持清明号，不退转。就是阿弥陀地，就是阿维瓦瓦地的这个意思啊。龙树菩萨用这首偈非常清楚，非常浅显，伫咧讲，假使若有人啊，不管菩萨也好啊，凡夫也好，在家也好，出家也好，伊想要真紧来达到进入阿弥陀地，进入不退转。只要以恭敬心来称念佛的名号，自然就会当快速进入不退转的这个高位啊。所以一首偈，一首偈对咱来讲呢，非常呢亲切啊，非常安慰。龙树菩萨明明白白直接讲，要进入这个不退转的地位。只要恭敬念佛的名号，不是好亲像这个难行道，得爱勤行精进，爱经过持戒清净，爱经过心禅定，爱经过开发智慧，啊，断除这个烦恼啊，经过这个十善戒位、十足戒位、十行戒位啊，才进入这个。初地唔免得经过这种的这个过程，所以这首偈呢真好啊！这首偈呢，请咱合掌来念一遍：若人欲自知，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执持清明号。若人欲极致，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执持称名号。啊，请放下。当然，龙树菩萨伊伫这个圆行品内底说明这个圆行道的这个内容。伊个根据是根据叨一部经呢？是根据《净土三经》
啊，也就是根据《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甲《阿弥陀经》，尤其是以《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中的第十八大愿为核心、为根基啊，来发挥、发展出来。因为第十八大愿讲啥？第十八大愿敢若讲即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愿生阿弥陀佛的净土。伊无讲三学六道，无讲其他任何的即个法拢无啊。也《观无量寿经》虽然讲即个定善十三观啊，讲即个善善三福九品，但是最后流通的迄个所在，释迦牟尼佛并无流通观佛迄只。这个三福九品拢无流通，干那流通即次名号，所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最后的结论就讲：不过阿难，逆何其其故？其其故者，即是其无量寿佛名啊！其无量寿佛名就是即次名号，并不是观无量寿佛相，并不是观相，也不是观相。所以这个即次名号甲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核心第十八愿意思同款啊。再来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也无讲三合，无讲六道，无讲万行，也是干那讲即次名号。所以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就要即次名号啊！即次名号确实多善根、多福德。若毋是即次名号，咱以咱的根基，伫即个五道恶世三宝世界所修的行，特别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呢，拢是属小善根、小福德。不管你修其他各种派的即个法。你修天台宗的法、华严宗的法、密宗的法、禅宗的法，要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拢作属这个小善根、小福德。你修持十三定观、修持三福，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拢作属这个小善根、小福德。善导大师讲，善导大师讲，这呢，拢属这个随缘十善。拢属小善根、小福德。那什么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呢？就是即次名号。所以阿弥陀经所讲的即次名号，伊是继承着这个《观无量寿经》最后流通分所讲的讲持无量寿佛名啊。那持无量寿佛名也好，即次名号也好，拢都是根据阿弥陀佛所发的愿。阿弥陀佛所发的愿有四十八大愿，其中有一个根本愿，根本愿就是第十八愿。第十八愿文字汉文总共有三十六字，虽然字有三十六字啊，但是伊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即次名号啊，就是伫咧讲只要专称南无阿弥陀佛，意思就是讲。那么阿弥陀佛这六字，这六字贯穿第十八大愿，贯穿四十八大愿，贯穿无量寿经，贯穿观无量寿经，贯穿阿弥陀经，这六字名号贯穿净土三经，甚至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伊拢无离开这六字。拢总伫这六字内底，这六字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包含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的法，拢总包含。甚至特地来讲呢，三藏十二部经，拢都是伫在注解、解说这六字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含义。拢都是为这个念佛来做解说，所以龙树菩萨直接就讲讲，
接持清明河，若是有人想要快速到这个不退转的境界，只要以恭敬之心来接持哦，弥陀名号就可以啊。要如果你若唔是想要到这个不退转的地位，你想要后出世做人，安尼你爱持五戒；你若要后出世升天，你爱行十善啊。啊，若是要进入这个十戒天，或者无十戒天，除了五戒十善以外，爱搁爱修禅定。当然，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具足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上甚深、殊胜微妙的功德啊。所以，咱啊专门念这六字名号，特别希望后出世去做人也可以啊。专门念这六字名号，要希望后出世升天也会使啊。只不过呢，较可惜，就是讲咱念佛会当脱离三界六道轮回。啊！你重点佛的功德，只不过是做这个后出世做人来使用，或者升天来使用，安尼岂不是太可惜呢？啊！而且进一步来讲，只要念佛啊，只要念佛，不只是进入不退转，而且呢是进入这个佛的境界，因为。龙树菩萨的圆香品，只不过是就这个现世、现世进入不退转来讲的，并无就往生来讲。那是就往生来讲呢，安尼不只是初地的这个不退转，是这个佛的不退转。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在《阿弥陀经》伫咧讲呢，讲极乐国土众生生者。该是阿弥陀佛，其中得有一生报处啊！不但是阿弥陀佛，而且是一生报处。一生报处是顶格菩萨，阿弥陀佛是初地菩萨，也一生报处是顶格的菩萨。顶格的菩萨，伫这个所在的顶格的菩萨是一生报处，就是讲有佛的资格啊。但是呢，阿未有佛的慧，意思是讲。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在是底下成佛，并无退位，没有退位啊，阿未退位，阿未涅槃，除非是退位了后，涅槃了后，安尼由观世音菩萨啊来成这个佛格啊，然后最后呢，咱才成这个佛格啊，这叫做报处，一生报处。不过讲起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无量寿，所以咱若要补佛位呢，唔是伫极乐世界补佛位，爱去十方世界补佛位，爱去极乐世界显示成佛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总共起来呢，就是一生报处，一生报处是佛的高位，并唔是这个初地不退转的这个高位而已。这个头一节所讲的圣道门、净土门啊，伊的这个根源，其实也是按对这个龙树菩萨圆行品的这个南圆二道判、南行道、圆圆行道的分判来的，是根据南圆二道，甚至咱下晡特别讲的这个坛鸾大师自力他力的分判也好啦。善道大师要门宏观哈，啊，这个正行杂行的这个分判，拢都是按对这个龙树菩萨圆行品所发展、所发挥出来的。确实，当时龙树菩萨伊若无分判这个南行道、圆行道啊，安尼有可能呢，这个坛鸾大师啊，就无法度通好。发展这个自力他力，啊，道学大师呢，嘛无法度人分判正道门、净土门啊，安尼恐惊就无善道大师的这个正行、杂行啊、要门、宏观的这个分判、这个规律啊。安尼讲起来呢，龙树菩萨
伊会使讲就是净土门的就是初祖，初祖啊。安那讲呢？当然，净土的经，拢就是佛所讲的无唔对。但是，若无经过祖师将这个经的这个重点，改发挥，改归纳起来，咱就无多人去清清楚楚来掌握这部经伊的目标啊，伫倒位。伊个方法是甚物方法？对咱来讲呢，咱做会到，或者做袂到啊？这个机啦、法啦、果啦，咱都袂当清楚了解啊。也因为龙树菩萨有将这个整个的佛法分类出净土门啊，分类出这个圆行道、甲难行道，使咱知影讲。这个念佛求生净土，就是属圆行道，就是靠佛的力量，哈、啊。安尼，第四六贪恋大师分判出自利他力，道处大师分判出这个圣道门，啊，啊加净土门，啊善道大师呢，再个进一步分判出有要门、加宏愿、有正行、加杂行。所以这拢就是按对这个龙树菩萨来的，安尼讲起来，龙树菩萨会使讲就是净土宗的祖师。不过龙树菩萨是印度，那是以中国来讲呢，中国的这个净土宗的初位的祖师呢，会使讲就是贪恋大师，并不是慧远啊。通道的这个净土宗以这个慧远大师做初祖啊，然后呢，一类一类总共有十三位。也印光大师是第十三祖啊，但是如果呢以这个纯粹净土法门来讲呢，中国净土宗的祖师初祖是贪恋，贪恋大师，不是这个慧远大师。安那讲呢？慧远大师对这个净土宗来讲，也无著作，无发挥，哈。也伊本身所修的，也毋是依据净土三部经啊。后来的人呢，比较讲咱现在在座各位所依据所修行的，是依据慧远大师，还是依据贪恋大师？是依据贪恋大师这个法门、这个系统。因为贪恋大师就是继承龙树菩萨的难行道、圆行道啊。也伊的徒弟道处大师，佮继续这个贪恋大师。要他道宿大师的弟子，就是善道大师继续道宿大师，所以这个法脉，这个法脉真清楚，一代一代互相继承啊，就教理也好，就时代也好，拢有连接性，连接性。要除了这个法脉，这个法脉就是讲贪恋道宿善道以外，哈、啊。而这个祖师呢，拢并无这个法脉的传承。要时代呢，时代为隔离四五百年啊。但是善道大师这个法脉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是同款时代。善道大师东调时代啊，继承这个道处大师呢是隋朝到东调啊。要这个道处大师继承着这个。贪恋大师是南北朝的时代啊，而且呢，在这个隋朝时代也还佫存在啊。要这个贪恋大师，伊的这个著作就是《往生论书》。《往生论书》一个开始，就引用这个圆行品的这个难行道、圆行道来分判这个《往生论》是属圆行道啊，而且开展出净土法门。是属圆行道，属净土门啊，属这个所有众生的根基，在今生今世，拢会当进入不退转，拢会当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发展出这个净土中的特色，特色就是讲本愿清明啊，本愿清明啊，要这个凡夫入宝啊，平生业成，现生不退。这四个特色，这个本愿清明，按对倒位来，按对这个龙树菩萨的圆行品来啊。
啊，这个谭鸾大师往生论著来继承啊，啊，这个道绰大师的安乐集、善导大师的五部九卷，再个改接续的来啊。当然，这个本愿清明的这个道理，量不是龙树菩萨所创设，嘛是依据净土三部经啊，净土三部经。拢就是根据阿弥陀佛第十八大愿啊，这叫做本愿。呀，这个第十八大愿，这个本愿咧讲啥？讲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只要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凡夫也当进入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是报土啊，所以这叫做本愿称名，凡夫入报，要平生业成。伫现在。就会当确定往生有份啊，这叫做平生劫成，现生不退，现世就会当进入这个阿弥陀地，不退转啊。这种的这个思想，就是按对引经品来，就是谭鸾道绰善导大师所发挥出来的。啊，当然这种的道理是根据净土三经啊。这就是这个法门的这个特色，这个法门将这些道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给显露出来。这个净土宗十三位祖师，除了善导大师这个法门将这个道理明白发挥出来，其他的祖师拢无发挥，拢无点着啊。那为什么其他的祖师无发挥、无点出呢？因为善导大师这个法门，长期以来在中国这个所在的失传一千多年，到到现时代才回归回来到中国到台湾，所以咱这知影有这个系统啊，有这个法门。啊，若无在印光大师以前，唔知影有这个法门，有这个系统啊。那大家有了解无？当然，咱真侪莲友初初听到这个道理啊，在这个脑海中无的确有一个问号，敢真正是安呢？啊，我以前吼、哦，我学过几啊十档，而且也修持净土，拢无听人安尼伫咧讲啊。当然，相信真侪莲友无听过这种的这个说法，无听过这种的这个道理，为什么？伊那准无专门研究这个善导大师这个法门，这个教理思想，特别当了解这个道理，袂当了解遮尔啊详细。也咱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法门，这个道理啊。也这个法门，这个著作来到咱中国，只不过是一百通年而已。伫迄个时阵，中国大陆拢伫咧战争。无人伫咧研究，也现在伫台湾，咱呢上遮个道理，甲出册、甲编，啊来甲解说，啊，所以会使讲就是伫十几年，啊，才开始而已。我出家三十六年以前，我着早暗伫咧打坐念佛，看净土的这个经论。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法门，是到75年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个法然上人，日本法然上人的思想，才知道说有善导大师的这个五部九卷啊，他的这个法门是什么样的，这个法门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在那个时候我才转入这个善导大师这个净土的这个法门，啊，若无伫迄个以前，我嘛分袂清楚讲，什么是净土门，什么是圣道门，什么是自利他利，什么是这个正行啊杂行，分袂清楚啊。所以真侪修行净土法门的这个行者呢，伊分袂清楚讲，什么是正行杂行，什么是难行易行，什么是自利他利，伊分袂清楚。咱讲到这时间过超过，真抱歉，请咱呢
同款继续。